我看最近这个挺火，尝一下，我都邮回来好多糖了，都不好吃。反正我本来就不咋爱吃糖，就本来看着那个糖都挺好看的，然后想邮回来给你们挂吃，但是我尝完我就觉得不好吃，然后我就没挂。这个是芒果味儿，这个还行，这个真的是还可以啊，还不错，就是可以买。然后还很便宜，但是我忘了多少钱了，你们自己去看吧。